Greetings to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particip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. I am David from Russia, the host of this evening event, and Let's enjoy a live performance of Subei Qin Shu. Welcome. Is a
I like the candle. 这是红墨的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叫纽扣。纽扣。对，拿的时候是这样拿的。哦。是这样拿的，哎，它不掉，看见没有？它不影响这个画面。是这样的。是的。给吗？要不要？哦，好的。来，摆一下，拿住。对，往那推，就是这样的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对，慢一点，对，只能往前，不能退后，不能退后， okay. 对，只能往前。Put it out, can you put it out? 能不能拔动？送你一把梳子。不然他不会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互动。因为我带的少，没法全部送，我只能用这种方法。可以。不知道他听懂听不懂，就是这是我们，那个春秋战国之前用的战车上面的轱辘。其实玄木啊，几千年前就用了，从农业、战场都用到军事上面都用到。陆军。滴水穿城过，城赞画中声。临水相依，城水相连。勾勒黄河故道，古韵金辉。水繁荣着苏城，传情河上，千载一瞬，成为苏城人流动的精神江源。水包容着苏城，在这几百平方公里原生湖畔慢慢行走，感悟它的国道与涵养。有水，有林，有看不完的风景，有赏不尽的素食。不负乾隆皇帝六项艰难五次驻留，不负帝王盛赞第一江山春好处。周朝中武，秦时象县。